新时段中年好声音二，精神啊，系嘛？八点半见到我哋，系咪好开心先？个赛制系咁嘅。呢个回合，中年好声音一嘅师兄师姐会选出佢哋心仪嘅中二生一齐合唱，最高分嘅可以转两区叹世界，但系最低分嘅就要跌入危险区。遇到悲哀又夸张，谁亦要经风雨浪，谁遇挫败不受伤，逝去的莫再想，路正崎岖更漫长，何用叹息风里浪，宝贵光阴笑着亮，愁和哀风雨霜，不会天天都探访，用幻想与梦想那远大理想，斜阳好花正香，跟那寂寞和着唱歌声，一句句跳跃屏障赴远方，默默的分享，默默的欣赏，路上一切美丽放，人生总会碰着悲哀苦恼，为何流泪看，幸运不稀罕，热泪不轻淌，愿做真正的硬汉，快乐心中一个样，82分，好，谢谢，交俾评审，喂，行老师，大强哥，你一开声就是大将。你就係有你自己嘅嗰把聲音嘅嗰個 character 嚟嘅，咁啊，而且今日咧，我覺得子豪，雖然你把聲唔舒服，但我反而中意，因為我覺得好 natural， 好 soft 咁樣去唱歌，我覺得仲好聽，係。多謝曬老師。呢個歌其實唔係咁啱比賽，因為佢個旋律個起伏比較少啲啦。咁但係咧，我必須都要讚下子豪。我之前話你唱歌咧有一陣即係以前嗰種味道，我覺得你開始搣甩到啦，即係開始有翻少少時代感啦，咁你繼續加油啦！我唔係俾到好高分，係因為有啲拍子感嘅問題，因為嗰、那個尤其係。默默的分享，默默的欣賞，路上一切美麗放。呢個搶拍咧，你哋要做得好靚啊，同埋嗰啲嗰啲咧，其實係仲可以再食得再靚仔啲嘅。多謝張家添老師。頭先你睇唔睇到你唱歌，我哋猛咁拍手掌，係幫你拍拍子啊！係，我睇到啊，我睇到。我其實好緊張，你係咁樣度幫你打拍子啊！但係82分 ，so far so good 啦。多謝 ，thank you。多謝。唔該曬評審。Thank you。好啦，你哋嘅安全同埋危險都未知嘅，所以你哋可以喺後邊休息一陣。咁我哋一陣間就會知道你哋去邊度啦。好 ，thank you。相隔多远，你是我的真美，你是我的 baby， 真爱这份感觉。只快乐鸟，夏日清风念，直接
直頭有爪啊 ！Very good， 89分，恭喜陳宇飛。多謝多謝咁多位老師，多謝 Donald 老師。佢都好努力。你多謝李佳啊！多謝李佳嚟助你一臂之力啊 ！Thank you。咁啊，真係唔好意思啦，即係阿大強同埋阿子豪咧，就麻煩佢哋請儀玉部去個危險區嗰度坐一陣先。希望在明天。跟住落嚟出場嘅。你想 cover 我哋聽聽評審嘅意見啊！十六、十七、十七、十七、好。兩位星夢傳奇學員，你哋係咪入錯廠？耶！我哋最想一廠喺隔離啊！唔該。哇！嗰種青春活力咧，我唔相信呢個係叫中年好聲音嘅嚇。嗱，十個字：青春活力、動感、養眼、自信，送曬俾陳善廷。嗯，多謝。不過留意一樣嘢，善廷。你唱快歌好好睇，但係仲未 feel 到你個真正嘅 character 喺邊度，要落啲功夫喺呢度，好嘛？加油！多謝添上。跟住落嚟都係呢種組合喎。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，
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在每一个梦醒的时分，有些事情你现在不明白，有些人哇！咦咦，82分，咁啊，真系听下评审嘅意见先。喂，陈老师，其实我中意嘅，你就又系要多谢阿龙庭。点解啊？因为佢就系唱得好啦。我感觉到就系你嘅心里边谂，你叫你唱得好好咩？我可以仲唱得更加好啊！咁我感觉到你嗰种怒火啊 ，Harry。我有少少唔同睇法喎，慧恒老师。越學遠遠姐話齋，你都有今日啦，你又約入嚟啦。唔係你入過嘅，都之前都有嚟過危險區嘅。我入過，好快就走啦。係啦，都希望今次好快就走啦。其實一開始感覺我哋就遇到可能係呢個結果，但係我哋都堅持選擇係呢一種曲風去嘗試。準備咗兩張攝燈，同埋你一齊落去。其實我又唔歡迎你哋嘅，我都唔歡迎。但係你哋要入嚟冇計，坐一陣間好啦嚇。